你做咩啊？你块面好多阴符。咁咪好丑样。系啊。修仙花一般较多，失踪光阴一般较多，借口都更多。傻更更当然肯听你讲这些散餐，根据你讲，当然得我热情过拍拖。寂寞地开心，我今晚要去朋友生日 party， 我陪你去。你唔系忙住写歌咩？我自己去啦。永远都归于我，高于一切，平淡拍拖。这个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活至伤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咋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。请你来电话，请你留言给我，我还尽快回电话给你的。其实炸春全为你付出的机智，更一般听你说起一堆一堆关于我的是非，仿似真无端端讲起，因此你说彼此空间不可太少，因此所以未来难贴身。样貌是七分认真，但得到一个别吻，还得到口信再挂念我，是我还着紧。功夫高手的你出手伤我，还是快感。这个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活至伤一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咋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，事已至此，谁会追忆你成熟开口讲我已其实炸春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你点啊？不要理我了，你不听我说，为什么老是要对我这么好？这个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活至伤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咋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，事已至此，谁会追忆，逼你成熟然后承认爱意。其实炸春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